好，屏东继续挥了，先来分享一下好不好？有没有什么感动？完全没感动。哦，特别是明镜传单，哇，今晚大突破，把他的声音献给了回家敬拜团队。哇！赶快，哇！挥！来，掌声鼓励，挥！ 其实不知道怎么讲什么啊，不过在上面的时候，在那个美恩在唱原住民语的时候，我实在是跟不上，所以我就了解了为什么豆豆要特别学原住民话，就是要跟得上我们的树林的长兄跟长姐，所以或许可能要学一些原住民话，才能够在敬拜当中跟原住民的弟兄姐妹一同来敬拜。 我实在我今天好几次我都根本不上，都没有办法这样子。好，那我想分享一小段，就是我应该是礼拜一早上来的时候，我昨天晚上有跟我们教会的人分享哦，那我觉得跟弟兄姐妹一个小小的分享，就是说，回家就是我们说会有什么会有父老，会有下一代，对不对？那我的思想，因为其实我也还没生小孩。 但是就是刚好上遇就是来到我们当中，然后在我们教会，我们一起长大，跟他一起长大。虽然我也没有大到可以当他爸爸，就是我跟婉倩跟他的服侍就是感觉好像是在爸爸妈妈，然后他是孩子这样。然后可是我在礼拜一早上来的时候，我早上要敬拜的时候，其实都跟那一天都没有什么关系。可是我突然有感动，就是我要谢谢他愿意当我的。 女儿，如果她愿意，当我的属灵女儿，因为我在思想说，我们生下来就是儿女，对不对？对，我们生下就是儿女，我们就一生下就有具备儿女的身份。可是我们什么时候具备父母的身份？有女儿的时候，对不对？所以有儿女的时候，所以我这样反向思考说，好像我们可以成为父母的身份的这样的资格，这样的条件，有时候反而是儿女赋予给我们。 我们才能够成为爸爸，或者是成为妈妈，不然我们什么都不是哦。我觉得谢谢愿意给我们，在谢谢你给我们愿意成为父母亲的这样的一个资格跟条件，然后我觉得要学习这个事情，然后真的人不妨就变成了叔叔跟哥哥这样子，我都一直以为我是年轻人，对。 然后殊不知就已经活到了30几岁了，所以冷不防我一直还很记得牧师那时候还跟我 complain 说，哎呀，回家老扣扣，都是一些老人家，怎么都没有年轻人。可是过两次、三次之后，但是一个两个就冒出来，一个冒出来，对，还记得那个遥想那个时候。 欧牧师还是年轻人哦，那一堆牧师里面一字排开就是欧牧师最年轻，现在一字排开是那个欧牧师是摩西来的，对，所以亚伯拉罕，OK，好，爷爷辈这样子，所以就觉得其实时间的变迁很快，要学习当儿子，也学习当父母亲，对啊，谢谢。 这一次有这样的机会能够服侍，也跳舞，也生孩子唱歌，上来敬拜这样，不然之前都是 supporting 哦，对，每次回家聚会，然后敬拜团，然后舞团分开，然后就是没有 supporting， 我在那边，我要去，然后我老婆就带我去 supporting， 带我去舞团，然后在那边弄弄弄弄西弄弄这样子，其实很喜乐啦，其实让我一起回家很喜乐，所以。 感谢主，也谢谢大家愿意接纳我神为你们的家的这些，将荣耀给神。哇，很厉害！感谢主啊，明镜跟我都是比较理性的，所以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听到这个名词，我们都会害怕的，对不对？我感觉好像被教导了。好，没有关系啊，还有谁要来分享呢？我们就一个接一个，好不好？疾风烈火。 你们说不是叫疾风烈火，那个叫什么？迫不及待，还是？来，你先来。说我是不太讲话的人啊，只是话很多。
我觉得今天很特别吧，因为今天晚上，我觉得这几天很特别啦，因为好像才短短两天，但是好像就是大家好像已经进了一级，胜过于好像以前的一年这样子，就是这是两天的感觉啦。但那我所以我觉得刚刚也很特别，是歌者其实都是歌者，有时候有点失忆的，除了有明镜传道，要有更新的，然后我觉得都是好像没有很。好像常常一起搭的就是这些人，但是我却觉得说好像大家都把自己最好的那一份拿出来，所以刚刚的敬拜好像是当我们每个人都献上最好的祭给神的时候，其实那个总和的祭就是最好的，对吧？所以我觉得刚刚大家好像都很尽力的在给，很尽力在丢，然后常常会看那个开箱在那边打，然后就看他就好他弹什么就赶快跟上这样，所以我觉得好像一直以来都是，比如说贝斯跟我，或我跟贝斯，但好像新的发现，就是原来每一样乐器都可以互相的聆听，以至于我们可以互相的碰在一起，不再是你走你的，我走我的，对，所以刚刚的感觉还挺特别的。然后刚刚看到上玉跳出来，我就一大叫了，哇！我有看到。徐满有半个头，好，分享完了。后空翻，第二来后空翻吗？好，感谢主，很棒哦。我觉得刚才已经讲到了一个重点，就是我真的觉得神在这几天当中给我们很大的突破。我相信其他的家人他们也会得到同样的突破。有些人可能没有机会来到这里，但是那个突破是属于我们一起的。好，还有没有？上玉。在之前，就是我很多事情不敢说，并不是。但是并不是说我不愿意去做，而是我觉得就是我没有把握做到100分。那我是没有那个勇气去做的，就是我觉得如果做只要做到最好，就是没有中间值。对，然后可是神就不断的挑战我，就是在敬拜中，就是其实我觉得我唱歌并没有很好听，然后可是他就不断的给我机会，很多的机会可以唱，然后就是其实就是之前每次到完敬拜我都会觉得很沮丧，因为我觉得我带超差，可是就是机会一直来，然后。直到就是我完全放掉自己抓住的，自己想要怎么唱才是好，然后怎么，比如说主歌要几次啊，副歌要几次，桥段几次才是完美的，然后到了完全就是可以不用计划好这一切的时候，我就发现。我完全不想说我接下来我要做什么，就是我发现当我自己投入的时候，就是比以前我设计好的还好，就是比以前我设计好还好，然后就是然后可能恩高太强了，然后就是我如果碰到是，我觉得我在哪里受到伤害，我觉得我从人受到伤害的时候，我就会，想办法好像放逐自己，就是让自己到危险当中，就觉得会有种爽快感。然后可是，然后就是，可是神都告诉我说，原来就是让我遇到这些事，因为不遇到这些事情。我的心态都是不会有任何他不
属于他不喜悦的情绪想法出来，可是当我一被觉得冒犯的时候，我那个不能爱人的心，那个会记，就是记很多东西那种心就会跑出来。可是神就是知道我看见这些，并不是指着我对我说你就是这样，就是那么差，可是他就是告诉我说，我让你看到这些，然后我会陪你一起清理这些你心里房间那些脏的东西，他会陪着我。然后就是他也在跟我说，他已经就是不满足看到大家可以看到我那面看起来很好的那面，他渴望就是更深的看到我就是最深的地方。阿门。带出那个城市性甚至国家性的突破。还有没有？还有没有？我们一起见证感动的领受要分享的。有吗？因为他姓周啊，家人，然后对，就是给我们压力，一句说我们有没有？
没办法，那个就是 完全的释放。但在这里的时候，我们真的感觉到是一种家人互相扶持的感觉，就是一个眼神或是一个表情，就知道可能你下一秒要干嘛，可能知道你心里有些什么，你可以或是用透过舞蹈、钢琴，然后用唱的方式能够就是表现出来的啦，就是这样，谢谢。代表教会的长老团，跟你们对不起。可是其实我跟美花姐是非常支持他们的。美花姐的那个也是吗？对对对对，然后那个那我们第一礼拜日下来的时候，新慧坐我的车，他刚好那天早上带敬拜，我就问他说：“慧，我觉得你应该不止那样哎，在我的感受是你应该。”我就跟他谈一下他音域的那些问那个嘛，他也没有讲说其实是你们给我们压力很大，那我大概知道了，对，所以要好好祷告，我们认罪一下，我们会更好。对的。对哪一位？他在说，真儿子的心换出真父母的灵哦，还是真父亲的灵？我看到这些年轻人这么诚实的表达他们自己，我真的觉得那个属灵父母亲的心都被点燃起来了。你真的会愿意为着孩子去改变我们以前做事的方法，甚至更多去想到他们所想的。我突然在你们做见证的时候，我突然想到，其实我们这次也来了好几位三光的弟兄哦，年轻人哦，可不可以请你们一起上来？你更全呢？好，上去。叫他不要躲起来。来，没有没有，先三光的先来一下，他们年纪比较接近。我觉得我想年轻人在教会也是，弟兄也会遇到同样的一些的压力啦哦，特别我知道他们几个都接近高中要毕业的时候，那要选择自己人生下一个方向，我想这个是很不容易的，对不对？要往前面，要往哪里走？而且弟兄嘛，总是会被比较多看重，就是说那你将来做什么啊？你赚多少钱啊？你可以怎么样来支持你的家庭等等的所以我觉得他们很，或者说更需要被支持、被鼓励那有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但是我听说有些原住民的弟兄因为压力很大，都不知道做什么，就会什么，就会喝酒。就会喝酒。我改了啊。你还要祷告，我祷告，我就祷告。好优秀。不知道要做什么。看那边。那你要不要起来？南投的待会，南投待会一起来，是不是？一起来认罪。我想我们请这些弟兄分享一下，但是我特别想要今天晚上我们一起来为我们的弟兄祷告，好不好？几年前我们高岛屋全部都是姐妹，就是好像在追求神的事情上面，在跟神的属灵上面的这个渴慕上面，好像姐妹都走在比较前面弟兄都被生活绑住，但是那个绑住其实不是好的绑住，你知道，为家里去打拼能够有一些事业赚钱养家活口支持家庭都是很好的事情，对不对但是那个绑住我觉得是从世界来的绑住，让他们不敢去做梦，不敢去回应神在他们里面的呼召，
不敢去好像能够活出神创造他们的样子。想一想，如果大卫不唱歌不跳舞，他就说我就是当一个放羊的就好，那后来以色列会变成什么样子？以色列可能仍然在那个被非利士人攻击，然后扫罗整个国家在一个远离神的状况当中，但是有这个大卫，他没有好像合于那个世代，好像他们所觉得的样子，而他极力的去回应神在他里面的呼召，就是敬拜、跳舞、亲近神，然后去领受神给他的旨意。一个放羊的孩子，居然要成为什么？一国之君，哦，以至于这个国家可以进入到他的命定里面。那我相信，不是只是一个人，但是特别是台湾的原住民这些土地的长子、弟兄，不只是姐妹，弟兄，他们可以被释放进入神给他们的命定，在这个国家会带出一个新的突破。阿门。阿门。所以请我们弟兄分享一下，然后我们要来为你们祷告。把你在需要被祷告的地方，把真实的，还有你今天这几天的突破，把它分享出来。是，我要就是要当兵，然后我觉得当兵是还好，是主要是那个因为要当兵的话，要对自己的未来要有决定，就是以后还要娶老婆啊之类的，因为还要就是男生嘛，不能吃什么都没有存款之类的，就以后还要加钱，这样就变成是有点就是，因为我以前就是有一个就是负担，就很想当一个就是全职，然后委身在神就是要做的事情上面，然后可是然后就。就因为就是又因为我国中毕业就出来就是上班这样，然后就整个就是面就是卡在那个上班跟服侍的过程上面，对，然后就是其实这几天来的时候，我一开始来还是有点没精神状况，然后到老实说到今天晚上我才就是有精神状况，就是感觉就是对吧、啊？被前几天就被那个还是就被一些东西就是拉扯这样，对、啊。感谢神吧，让我们就是能够在这跟你们一起敬拜。好，谢谢。你要我们再帮你祷告什么？就是追求神的道路上。对，这样好像挺多。Hello， 我是冠宇。然后。先讲说，我来这边就是最大的突破就是，可能就是我也是比较超内向的，对吧？就是蛮内向的，就是因为跟家人很久不见，所以还是会有一点傻又，还是害羞，别害羞，对吧？就是。在金牌的时候完全就是什么东西都空白，都不敢想，这就是然后今天就是来当舞者，就是感觉自己很像被释放的感觉，就是感觉今天有一段就是我闭着眼睛，然后感觉就来到很安静，然后很大片的草原，然后就是我们一起在那边欢呼这样，哇然后怎么样？要为我祷告的就是让我快点毕业，然后当兵，然后我的家庭，然后没有，我说我的爸爸妈妈那边，对啊，还没有一些卡，没有，你要杀猪人呢、欸，然后就是对。神为我预备的道路，然后为我跟也是家人的道路，让我就是继续坚持在神预备我以后的路。对，就这
谢谢。大家好，我是子恒。哦，子恒。Hello。我就是从以前到现在啊，然后进班的时候，我觉得今天是最嗨的，我就觉得今天最自由，因为今天都比较没有那种很累的地方，都比较轻松。可是你年轻，对，应该是你。今天超累。像昨天的时候就有一个累到我差点不小心把楼上的瓮给打破。然后就是，然后我来这边突破是，我觉得我变得更开朗。我以前都整个封闭起来，然后从国小一年级到六年级的时候，我跟教会人都完全不讲话的。OK， 然后要探讨。让我对神更有信心，然后更不惧怕，就是这样。谢谢。大家好，我是宋权。然后刚才其实我来，我觉得最大的突破是什么？就是。我觉得这边最大的突破应该是最更顺服吧。阿姨，阿姨，就来这边就是更顺服吧。姐姐，刚开始其实来这边，我只是想坐在这边看他们敬拜，因为就懒嘛，然后就想要在这边看敬拜，然后最后就不知道怎么被抓上去唱歌，又被抓上去跳舞，他就顺服嘛，然后就，所以我觉得最大的突破还是顺服。然后顺服才那个才会感到更自由啊，然后在那边更喜乐，对，然后要我带到应该是更爱慕神了，然后更多追求神，对。夺主神的话语。好厉害啊！等一下，那我想因为时间的关系啦，我们请布农组的两位先上来，好不好？两位南投的布农组的，我想我们今天晚上要看到我们弟兄们的突破，来 Andy 跟凯翔。他不是原住民的，哦，等一下，好，那等一下，最后再来原住民。一个，好，来坐着，没有关系，轻松就好，轻松就好，来。大家平安，晚安。其实我这次应该没有来的，就是。对，就是临时前两天就会叫了，这样我就说好吧，那就来吧，这样。然后因为其实我第一次就是从参加鬼家以来，我觉得就是因为我从小就是很就是不知道是家里的关系吧，然后就让我就是很不敢就是敞开我自己的心，然后就是自从参加鬼家以来，我觉得最大吧，然后自己觉得进步很多，就是，对，不管是对别人啊，还是对权柄，还是对自己的家人，都可以敞开心。然后觉得感谢主，就是在今天，就是我觉得最感动的部分是刚才，就是我们在敬拜的时候，我们在跳舞，然后就是我觉得感觉到像就像李信讲分享，就是感觉像天父不只是很像。看我们在那，就是很像猴子在那边耍皮那种之类的。然后他真的天赋是，他真的可恶，就是来跟我们一起。所以我就该感觉到像，常常就是我们该在委员圈的时候，感觉像天赋，像就真的来到我们中间，然后就是被触摸这样。然后我觉得就是有一个很，然后就该很像，就是刚才在唱歌的时候，很像那个布农族的八部合音，就是很和谐，然后很和音，这样不会说别人就是你自己唱你自己的，然后我自己唱我自己的，这样我觉得和音吧，然后我觉得感谢神，这样谢谢大家。你的代祷事项呢？我要当兵了，但是我还没有抽签。对，然后还有未来，对，这样谢谢。家庭，家庭的家庭。不用，不用家庭的，不用。
Hello， 我是海翔。那个，哦，我要分享什么？就是因为这次的家人同席聚集啊，其实带给我们带给我自己的原生家庭，其实我个人是非常的，我自己也是非常的害羞内向，你看我这样子，因为我在还没参加回家之前，我是一个就是比较不善于表达，然后也不太爱说话，甚至我高中的时候还就是。高中那时候我封闭自己，关在自己的房间，我不跟人家打交道。可是因为家参与了家不是参与，而是就是让我的家人，包括我自己的原生家庭，还有我的属灵的爸爸妈妈，他们带我进入回家之后，看到我的家庭真的有很大的改变。可是不论是在跟父亲的关系，之前我跟父亲，我非常印象是我大学以前，我都跟我父亲只是可能就是讲话说，吃饭没，就是非常简单，可能一天可能不到十句吧。可是现在就可以，就是很放心的去谈我的心声。可是虽然我有时候我自己不会把我心声讲出来，因为我不想给，也不要给父亲太大的压力，对，就很感谢主，就是神也慢慢的在敞开我的心，无论是对，就是弟兄姐妹，或是父母亲，或是，其实我在这边，其实我是非常紧张，其实我的脸应该很红了吧，就是我，白的，其实我现在脸发烫，你知道吗？感谢就是让我在参加这次的家人同行的培训。我当初为什么会学乐器的原因，我那时候我小六开始碰乐器，然后碰乐器的原因最主要就是那时候碰到说我要去学吉他，我就是将来就是为神来而唱，为神来唱歌。然后自从那时候，其实在当中也起起伏伏波折很多，我甚至有想要放弃，然后甚至也追求世俗的那种音乐。可是我后来发觉那个世俗的音乐，我觉得就很普通，就是没有什么，就是好像就是到最高峰那一种，就是一直到最高峰，可是它是从高峰就又在低谷。我不喜欢那种感觉，我喜欢就是一直维持在高峰的状态，就是一直跟神的关系就是保持的非常的密切，很感谢神，就是然后神也在这几年把我拉回来。我大学，因为我退伍之后，我本来也是要进入职场工作，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那是神在工作，明明就是我工作就是已经非常就是都面试成功了，可是神把它挡掉了，然后就让我进入到就是教会的那个就是教会的服事内，就是可以帮忙牧者啊，帮忙弟兄长老只是一起担当，一起跟一起为神来工作，对，很感谢神，阿门。代表四项哦，我 OK 吗？还没家庭的问题啊。有什么下来？还在隐瞒呢？真的啦。你就用祷告就好了嘛。我现在就是。他会害羞的。就是那个。就是为我，就是也是将来，因为在牧者，其实吴牧师他也是要退了，然后就是。求神来开我，就是我为下一步该怎么走？因为其实我的每一步真的是神带领的，因为如果不是神带领的话，我可能我礼拜天可能就不会聚会，可能再继续再上班。对，就是神带领的，就是为我那个下一步 ，OK。谢谢。
谢谢。那我们还有一位弟兄啊，我们这次弟兄要先。我们这次来的弟兄都有一个特色哦，就是很害羞。对啊。会吗？对啊。各位好，我今天下午就是才跟靖哥说，就是这一次好像来的汉人的男生，只有我，还有靖哥，还有国公叔叔，这是三个人而已。然后年轻的话，其实只有我。就发现我身在一群女的年轻男生里面，就是我真的很急啊，所以然后我觉得很特别的是，就其实我也是就是对于那个就是跟别人打交道啊，是有一点那种就是排斥感的，啊又跟原住民又更加，因为他们就是很热于亲近的，然后很活泼，可是我就觉得，就有以前我就觉得他们很烦，因为他们怎么那么烦？可是你靠近他一点吗？但是就是那个，我就发现，其实我是就是再回家之后，我就发现，其实我就是非常喜欢跟原住民相处的，然后我觉得好像对我来说，那个原汉合一就是让我印象很深刻，因为其实就从我自己来看的话，都是一个很大的原汉合一的突破，因为那是一个里面的一个排斥被就是自然而然的就消失了，可是那个习惯的或不习惯的感觉，好像就是自然而然就在里面，然后我也不觉得有一天它会不见，就是我会觉得我可能就是会跟原住民可能就无法相处，可是后来我就发现其实原住民也蛮好相处的。然后我觉得就是跟他们一起敬拜啊，我就觉得非常开心。那我觉得原住民就非常有一个突破，还有一个节奏的恩赐吧，或是音乐上面的恩赐。所以我觉得每次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就是会有很多新的东西出来。谢谢，谢谢你爱原住民。就是那个未来的方向啊。你可以看到，你看男生就是这样，弟兄就是这样啊。平常聚在一起的时候，自己什么都讲不出来，然后旁边人拼命怎么样，起哄，然后等一下，麦克风传到你身上，他就立刻，然后又传到他身上。每一个不管麦克风传到谁身上，就立刻就消音哦。然后当麦克风在别人身上时，就拼命开玩笑。所以我们要祷告弟兄要突破这些，对不对？要讲神的话，要回应神的旨意，要走在神的心意里面，好不好？请你们几位站起来，好不好？那我们其他的姐妹要来护卫弟兄，把他们包围起来，好不好？我相信很好了，不要让你们很难相处。来，你们就围成一个圈，把手牵起来就好了，好不好？你好吗？你是属灵爸爸，你好。好。明静可以啊，都好，都可以。就明静是属于爸爸，等一下帮他们祷告，好不好？是的，是的，我们要宣告哦。所以好不好？我记得有一次在高岛屋，我们就开始为这些弟兄祷告，虽然就是一些少数代表，但是我们就不断看到神的突破在发生在当中哦。所以我们要一起为这些的弟兄来祷告，特别是原住民的这些的弟兄，他们的生命当中真的要活在神的旨意里面，而且有一个从神来的勇敢，要带领一个世代进入到神所应许的迦南美地，好不好？一起开口为他们来祷告，请。
祷告在婚姻上面，在家庭当中，在事业，在他们的生命的成长，在属灵的突破，在为神的摆上，对神的回应，服侍各方面，他们每一个都要成为这世代的一个表率，成为在这世界上还不认识弟兄们的这些的弟兄们，他们的一个榜样，看到在神走在神的旨意里面，神的心意，神的心意得到满足的时候，神所赏赐的祝福恩典是何等的丰盛。阿爸父神，主我们满心感谢你的恩典，主要为我们的弟兄来祷告，主还是要奉你们宣告，主啊，我们的弟兄要成为神所喜悦的男人，主啊，他们要负起他们的责任，他们成为合神心意的人，正如你当初主啊，你创造亚当，主啊，你看为甚好，与他们同在，主还是要将这些弟兄仰望在主的手当中，他们要成为战士，在这个邪恶弯曲悖逆的时代，要起来为主征战。主啊，他们要成为歌颂者、赞美者。主啊，他们要传唱神的大能跟大爱。主啊，他们要成为冒险家，要为主来冒险，来开疆破土。主啊，与他们同在，还是要奉你们的宣告，他们要成为丈夫，主啊，成为爱太太、爱妻子的丈夫。主啊，你还为他们预备配偶，合神心意，为他们预备他们的身心灵都成为丈夫。主啊，是的，谢谢你，他们要成为父亲。主啊，成为有属灵子女、有真实肉身子女的父亲，他们有为父的心肠，他们有像真实的这样为父的恩慈和心肠，他们同在。主啊，还是要奉你的名来祝福他们每一个弟兄，无论是要前去当兵的，无论是他们的灵命，为他们的婚姻家庭为他们的服事，为他们的工作，孩子都向你向你仰望，主向你祷告，主你的恩典恩上加恩，力上加力，他们要真实成为合神心意的男人，主要成为天国的精兵，主要成为那梦想家，成为冒险家，成为战士，为主来征战。谢谢阿爸父神，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宝贵得胜的名，阿们。感谢赞美主，给我们这些弟兄一个握手或拥抱，好不好？哇！突破，得胜，突破！每一位弟兄哦，他们真的是要成为这世代好男人的榜样，对不对？阿门。要成为好丈夫的榜样，对不对？对。要成为在教会里面服侍神的好弟兄的榜样，对不对？对。我记得我们昨天在讲敬拜团要圣洁，其实我一直相信早婚跟圣洁是很有关系的。
因为神创造人呢，我们高雄牧者也讲这个事情呢，其实神创造人，其实在性上面的需要是有的。当我们整个世代晚婚、早生等等的这些问题在的时候，事实上没有延迟这些弟兄或者姐妹他们对性上面的这些的需要或者这些的欲望，所以反而造成了一个更大的危机哦。所以我们应该要鼓励，不管是教会的弟兄或姐妹，其实有正确的、圣洁的对于性、对于两性的关系的一个期待。在他们合适进入婚姻的时候，我们应该鼓励他们进入那其实像生孩子要多生几个这些都是好的。可是你有没有发现，其实当我们不讲这些的时候，世界也在教育我们的孩子，我告诉他们你晚一点结婚没有关系啊，但是你生理上的需要你就去外面找一个男朋友、找一个女朋友去满足你就好了就是反正好像用其他的方式来取代。如果不小心怀孕了就去把孩子拿掉没有关系的，这是你的选择权。这些都是在对我们的下一个世代的一个残害。所以我们要帮助我们的，特别是些年轻的弟兄，有正确的两性观念然后早一点结婚，下一次回来就把孩子带回来。但是我们真的也要宣告，除了这些弟兄他们要成为合神心意的弟兄，我们要祷告更多的弟兄怎么样兴起更多的弟兄兴起，至少一比一至少一比一。你看我们现在这边还是大部分都是姐妹我们要词多量量多词好的弟兄在充满在教会里面我相信是神敬虔的下一代的来源姐妹弟兄真的是成为组成合神心意的下一代那因为今天有点晚了，我们准备休息，但是可能我想要今天晚上有一些时间，我们也更多的去求神帮助我们，会去看见神在未来要带我们继续怎么走我们明天早上我们有机会，我们再更多的来谈神摆在我们里面的意象等等的。如果你今天晚上离开的不用担心，我们会有录影，我们会放在网络上面我们其实这些东西包括跟这些见证请大家其实不要到处传，我们也不会到处传但是我希望我们回去其实是可以看的，特别是当我们有一些时候我们好像对我们这个家人同行觉得有点太久了，有一点陌生，有点寂寞，你可以把它拿出来看一看，回想一下圣灵在当时候怎么工作，好不好？那今天晚上还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有没有要说什么？没有。好，那我们要一起来祷告。来，吴怡安，你今天最多话，你来做结束的祷告。好，你来做结束的祷告。你跟他们一样，都不是你讲话的时候你一直讲，你讲话的时候你就不要，快点的，让我们做结束的祷告，我们就可以休息了。证明他真的是个弟兄。好，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主啊，那我们今天这一整天当中，主啊，我们有新鲜的领受，主啊，我们需要你那为我们所预备新鲜的玛拿，主啊，在每天的生命当中，让我们得着我们生命的力量。主，透过你的话语，你圣灵的吹气，让我们对你的认识，让我们与你的亲密关系，主啊，每一天都在加增当中，主啊，让我们的生命进入你的突破里面，让你的恩膏不断的，主啊，就浇灌涂抹在我们的身上，让我们的生命是从荣上加荣，主啊，荣耀还要更进到更新的荣耀里面。让我们在这几天的聚集当中，主啊，我们所领受的，说主啊，真的是你放在我们的心怀意念的，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在我们的心板上被刻上，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被存留，以至于我们可以释放这样的 DNA， 影响更多的弟兄姐妹一起进入这样回家的旅程当中。主啊，不是我们一次的聚集而已，不是好像某一些的特会而已，主啊，你让我们这样招聚，你让我们不断的彼此有建立这样的关系，是为了让我们在生命当中更真实的去培养出这样回家的属灵的主啊 DNA 在我们的里面。我就求你
按手在每一位的身上，那这样属灵的种子要发芽，要长出来，主啊，要成为长大，要成为那个主啊，充满果实的结实累累的树，主啊，让许多在我们周围的人，他们也能够享受这样子的祝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感谢你，愿你自己的同在，更多的在我们当中，让我们领受主你自己的慈爱，你自己的美好，也让我们的口不断的来称颂你自己的慈爱。我们感谢主，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